而带女团 Secret 成员宋智恩今年往戏剧发展，曾陈勋合作演出的韩剧《交集的罗曼史》大受欢迎。她昨天在 IG 上大方热爱南韩 YouTuber 朴维，并公开多张与男友的合照。她在 IG 上甜蜜介绍男友是像礼物一样来到生命中的珍贵之人，是深爱的恋人。乔安长期支持关注宋智恩的粉丝分享她恋爱的消息，并表示未来会透过男友的 YouTube 频道经常与大家见面。而男友朴维也同天在社群分享，感谢上天给了他像礼物一样的人，虽然历经了困难，但遇到了智恩，想跟替他祈祷和支持他的人分享幸福。朴维也是知名导演的儿子，因为坠楼意外导致全身麻痹，奇迹的是现在只有半身瘫痪，目前正在经营 VLOG YouTube 频道，常在频道上分享日常，带给大家正面能量。而频道最新集的来宾就是女友宋智恩，并透露两人完全是一见钟情，两人的甜蜜消息也吸引许多粉丝前往频道祝福，不到一天就超过百万次观看数。